了报纸僵尸，快把你的零食收起来。把嘴擦干净。报纸僵尸，你拿我的毛巾干嘛呀？借我用一下了。不行，快把我的毛巾放下。一条破毛巾而已，用一下又能怎样啊？那是我擦脚的毛巾，哎，真的没关系吗？毛巾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